黄金果西加种植基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知了哥，我现在是来到了高州镇江的一个种植这个黄金果的一个果园。高州镇江南果花乡，这边就是果园。我们那个当地的那一种，它是进口的、那个，进口的品种，不到一年就长果这么大，是进口的。一个钱八十毛，两个人可以管理了。八十亩，两个人可以管理了，这么大的一个果场。对，它结果很满的吧？也是基本一样的，没有输就没有。这一大片全部是黄金果，生长到这个样，它已经是也配合我们的技术了。加上去100亩的黄金果，一年左右啊，拔果很密，这么小就挂果。那个都可以，那几个也可以发。采用自动化的滴灌技术，一年时间、哦、黄金果一年可以摘6批，果肉亮晶晶，乳白色半透明状，口感类似啫喱，味道清甜。这果下机整中本得把墙开、嗯，真正不能干，黄金果下养的鸡。